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推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坐骑啊，小黑马车。我们刚刚有看到有人骑鲨鱼，这个是2900转，看速度还蛮快的。这很丑哎，照理说这个是应该要直接给啊，人人都要有一个才对。坐在他头上，扫把跟鬼火，哇，这个也太虐了吧！真的是把自己当王，然后奴役这些木乃伊、啊。玻璃面包、欸，哎，玻璃汉堡，臭逼、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躲在泡泡里面、啊，这效果其实做的还蛮不错的。以一个这种卡通风格来讲，这画成这样已经很顶了，是很用心在画。狂喷钱，这个应该是出来的话，一票人都刻下去了。哎、欸，这画得很好哎、欸，猫咪坐骑耶，还有老天鹅娱乐。机器的机器老天鹅